想说你怎么没看到我的照。注一些就是原来哈它的原貌能够展现的哈，那我们透过我们的这个建筑师啊，我们的这些建筑师的一些画龙点睛啊，稍微把它做一些修复，那几乎是原貌的保留跟这个保存了哈。那当然未来我们希望它是一个保存眷村文化，甚至有青年创业的基地，那再加上我们未来五分车的一个通行，希望将我们这个建国一村二村未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亮点。